那你怎么知道但也是腹满啊，也是没有大便啊？好，堵在大肠里面，我们知道堵在大肠里面的话，我们是用大承气汤啊，大承气汤。大承气汤里面呢有四味药，大黄、狼消，哦，不要写在这边，对不起，不要写太过头了。好，用大黄，哦，狼消、厚朴、枳实四味药堵在大肠里面。那我们如何判断它是堵在大肠里面？哎，你便秘多久了？七天没有大便，小便是黄的，任何的阳明燥实，阳明燥实的时候小便一定是黄色的，因为燥热嘛，哦，小便很浓很黄，小便深黄。那先生你有没有放屁？我屁也不放一个。好，那这个就是大承气汤针了，他就是告诉你大承气汤。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大肠这个大便都堵到了，通通干掉了，根本连气都排不出去了，哦，就是大承气汤针。好，那有经方有几个地方，一个是没有放屁，好，屁没有了。还有呢，如果排出来大便呢是像鞭子一样，好，原因是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你的大肠呢里面很多的干燥的大便在这边，只有中间可以通过，这个排出来像一个长鞭一样，哦，也是大承气汤症。还有一种呢，好，便如鞭。还有一种呢，大肠里面的大便那么大一个，只有旁边小细缝，只有水可以通过，那个槽薄没办法通过。这个时候病人一天十几次下痢，好，你说你下痢啊，好，我看看，你一摸肚子是硬的，小便什么颜色？小便是暗深黄色的，肚子巨暗又非常的硬。你跟他说您这个小下痢呢是因为便秘引起的，造成下痢啊，他是奇怪，这个医生说有神经病，好，这个神经病不合逻辑，这个原因。好，大肠的时候你在天枢穴，天枢穴的地方，大肠的募穴、天枢穴都可以找到压痛点。小肠的话在关元穴，关元的募穴，小肠的募穴就是关元穴，可以找到压痛点。所以说当你大便排气没有了，完全气都排不出来了，好，也堵到大肠去，排大便像长长的一条，不会断掉一条长出来，好，也是用大承气。下痢不止，也是用大承气。好，这是几个承气汤，还没完。好，这个你看这个大黄。你如果说大便是梗到这个阑尾了，那老师你怎么知道它梗在这个地方？急性盲肠炎发的时候，哈，有的时候病人到诊所医院去查血里面没有红血球，没有高，白血球没有很高，但是没有发炎啊，那个误诊，哎，常常会误诊了哈。那盲肠炎出现的时候，因为盲肠这个地方刚好足阳明经过这个地方，所以有盲肠炎出现，他因为脚弓起来，他右脚弓起来啊，哦，比较舒服哈，哦，所以他来看你的时候右脚就是弓到了，啊，哦，那你以为他来跳那个天鹅湖的那个舞啊？不是哦，他是因为弓起来，肚子痛会缓冲一下，好，哦，脚弓起来，然后你就压他的足三里下一寸阑尾穴，阑尾穴压到他有压痛，再加上脚弓起来，好，哦，他比较舒服，我们已经很肯定他是盲肠炎，急性盲肠炎。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大黄牡丹皮汤，好，哦，这个是金匮里面的，好，大黄牡丹皮汤，诸位对汤剂经方拿到手上，不要担心，不要怕，你一定要有信心。你说老师，如果说他西医说如果肠破裂化脓了就死人的，所以很危险，还是给西医开刀，不要开。大盲肠还是有用的哈，但我们介绍经过会讲给你听哈。虽然小小一段盲肠还是很管用的。好，那大黄牡丹皮汤就专门清这个阑尾发炎的地方，哦，而这个阑尾发炎的地方有时候。大部分都通了右腹阑尾之症，有人还通了左边呢，哦，很特殊，他就是要通左边，好，但是脚还是弓道，脚弓道是一样的，我都看过，好，我那个老外来的时候一看盲肠炎，我说你有两个 option， 一个我帮你清出来，一个是你到医院去开刀，开刀是$10,000，价钱我都知道，因为我的好病人很多，我是有$10,000，那我帮你清出来50块，啊，看你要哪一个，嗯，50块的好，
大气的大黄牡丹皮，你看这个他用大黄牡丹皮就重用大黄嘛，一记下去全部清出来。好，那老师如果太慢呢，嘣破掉了。我怎么知道它破掉？很简单，原来它的肿胀的时候，堵在里面发炎的时候，不断的胀是不断的痛加强，对不对？好，就是躺在那个地方，哎，瞬间突然痛去掉了，不痛了。哎，我现在不痛了。那你一摸这个地方，脚下腹这个地方这一块呢非常的烫，其他都是冰的，你知道它破裂了，破裂转腹膜炎了。好，那你如果给西医治疗，不断的抗生素，躺在那边不要动，打抗生素，不管是点滴里面注，反正就是用抗生素。好，中医呢用这个就不用大黄了哈，用当归赤豆散。当归赤豆散的时候，看赤小豆跟当归就这两味药，哦，但是你用当归赤豆散的时候，这赤小豆又要发芽，那个赤小豆拿了时候，所以我平常我们都把赤小豆发好一些芽，放在冷藏里面等到，不能说你现在像病人现在好毛，哦，那个阑尾那个已经腹膜炎了，对不对？你等我，好，我去发芽，好，我怕漏芽，那个好，所以。那个赤小豆很便宜嘛，好，所以我们就平常的发好芽，那我们会一个礼拜去看看啊，这个坏掉了，赶快再发一篇，就预备，好，总是会用到一天嘛。如果我们发了一年，损失很多，但是能救回一个就好嘛，对不对？所以他们随时，你知道赤小豆发芽，赤小豆我随时准备的，好，我们就放了，只要它发完芽以后，看到芽发的像豆芽一样，就给它放在冷冻里面冻到，啊，你知道吧？平常我们用，因为佛拉比较冷，比较热了，好，我们就把它放在那个冷藏里面，或者是看怎么样发赤小豆，哦。那发赤小豆，这个用当归赤豆散，这个一定要发芽的。当归赤豆散不单单是用在肠子破裂，胆如果胆里面胆结石堵到，胆囊破裂的时候一样的症状，本来是剧痛，瞬间突然痛去掉，好，就是已经腹膜。那一破裂的时候，我们腹膜会把它包住，它不会散乱。好，因为为什么要发芽才会好？这是取它的药性。因为你如果化破裂的话，本来是一根对不对？一破裂的话，它的里面的腹膜是这个形状，你那个赤小豆发芽的时候，一根一根就可以到伸到很深的地方去。好啊，这个药很好用，好，有两味药而已。好，那我们怎么用呢？都不要煮啊，当归拿起来很好吃啊，把跟赤小豆两个搭在一起，黏哒哒的就要吃下去。好，你看起来啊，这个赤小豆发芽，好，当归这样搭在一起，你知道这是生菜沙拉吧？很好吃嘛，好，吃下去，哦，效果非常好，吃下去它就可以动，原来不能动啊。他躺在那边不动就不痛，一动就很痛，因为腹膜了。好，这是我们用使用的。还有呢，一个情形呢，有一个妈妈回家，好，结果呢，儿子躲在门后面嘛，一吓他，结果呢，有的人是发奔豚了，有的人不是，这大便梗到这边的时候哈，水我们的燥湿。梗到这个口，大肠这边会有一条血管，哦，正好写的哈，我们这是肝脏，大肠这边有一条血管呢，哦，它是直接落到肝脏。那一紧张的时候，干燥的大便本来在这边，砰一个大便就顶到这边来。当一个大便顶到这里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很特殊的症状出现，哦，这个症状呢叫做肠子中间呢有水气，便秘，病人便秘啊，哦，他这里让痛，压他肚子，你一压，咕噜咕噜咕噜，里面水深很多，不是大肠气，也不是小肠气，哦，这是受到惊吓而发的，我们叫做脊焦力黄丸，脊呢防脊，焦呢芭蕉的焦木。栗呢停栗子，黄呢大黄，好，大黄，所以要用防举胶木停栗大黄做成丸剂，然后外面当前的芒硝在汤里面，丸剂吞下去，芒硝汤冲下去，把这个大便打掉，一打掉你以为很难吃哦，啊，那个老师这样子吃药丸就这样吃，好，病人吃下去好舒服，哦，这一打掉整个大便大下，好，但是这个一定要用丸剂，好，丸剂。当你堵在大肠里面，兼有恶心的时候，就是大柴胡汤症。阳明症不会有恶心，这就是现在结论就出来了。
大柴胡汤我们会用大黄，对不对？那什么时候要柴胡汤要加芒硝？就是譬如木放一个了，就要用芒硝了。这是我们的梗到造次的大便呢，梗到大肠里面的，梗到直肠那边了。好，就是屁也不能放一个。好，现在这一系列下来，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么多。好，还有一种情况也是用丸剂。好，它跟小肠气呢互为表里。小肠堵到的时候，小肠津液没有了，好，我们用小肠气。还有一种呢是脾约麻子仁丸症，我们后面就这个麻子仁丸症呢是小肠堵到，小肠的肠子比较小啊，好，那大便堵在里面的话，一节一小肠一节一节的嘛，那大便堵在里面就排出一粒一粒的，所以病人麻子仁丸症就是病人排大便的时候会跟你形容，哎，我的大便很奇怪，医生怎么排出来像羊咩咩的大便，一颗颗好像我们的六味地黄丸一样，一颗颗排出来，这就是麻子仁丸症。那你用麻子仁汤不行，必须要用麻子仁丸，丸剂下去，好，脾约麻仁丸，这个能够滋润津液，把好，你吃，你看他大便排出来的时候，哈，他没有吃麻子仁丸的时候，大便排出来像麻子仁丸，你吃了麻子仁丸下去，大便排出来就是正常了，好，啊，所以中医就分那么多，光是一个便秘，光是一个肠胃，你看我们分多少种处方，那诸位按照我这个辩证这样子想的话，绝对不会错，好，这样子，所以实证照实的话就是这样子，好。全部是用大黄，所以你可以说泥大黄，你叫我泥大黄，这样子的话，诸位就不会辨证错误，绝对不会错。什么时候使用什么处方，好，那至于方剂里面剂量多少，好，什么我们后面会介绍给诸位看，好，那诸位用这个原则来看病，好，大致上就不会有问题了，好，你如果说很了解这个处方，你把病挡在这个大阳明症，就堵在这个肠子里面。是麻子仁丸症，你开麻子仁丸；是几焦六黄汤症，你开几焦六黄汤；是大黄甘草汤，开大黄甘草汤。但做这个食物的那个坏事，我们病有口入嘛，吃到不干净的东西难免。那一下我们把它去掉了，好，病就在阳明就煮掉了，不会病就不会传里。好，所以阳明很重要。好，所以诸位看了很多很多啊，其实我们真的在临床实用的时候是很简单的。好，那这个大黄甘草汤、几焦六黄汤，好像这个。大黄牡丹皮汤后面都是在金匮里面才会用到的，好，那还有一种呢很特殊的情形，它不是用大黄，就是堵在盲肠，这个盲肠这一段，这是阑尾大肠头这边，好，这个病人陈述的，哦，这个大肠呢，好，比如说这是阑尾大肠盲肠的，好，盲肠在这边，哦，这是大肠，那很多食物呢堵在这个地方，压这里也是痛，好，这一块地方出现问题的时候，这就是易附子败浆散，好，用炮附子，好，败浆草，这个呢也是在金匮里面，我们叫做易附子败浆散，指的是堵在这个盲肠这一段里面，好，病人会告诉你，我就是右下腹痛，那右下腹痛，你说你会不会很强烈的痛？不会啊，哦，就是隐隐作痛，那按哦很痛，飙按飙按也是巨按，然后一片在这边，哦，你知道他，你说那你要不要脚弓到比较舒服？那不用了，知道，好，没有问题，这就是易附子败浆散，专门清这一块的东西，好，清这一块。那这一块堵到的时候，如果破裂或者堵到的时候，手上的左手的生命线这边会有个。一块那么大，好像每一寸差不多像我们的蚕豆，好，蚕豆那么大一个，像我们的开心果，开心果比较好，开心果那么大一个，在生命线的这个地方，好，出现一个紫斑，好，这个灰色的，好，斑点，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易附子败浆散症，好，这个呢在金匮里面会告诉到诸位，好。基本上从大肠下来一直到肛门直肠出去的话，处方就是这样子的，好，处方就是这样子，那都是解实证用的，好，实证，那诸位记得，只要是实证呢，都是持续的痛，不会断续的痛，只要是实证出现的时候，病人是拒按，不要按太多，按了我很难过，好，实证出现的时候，病人会比较阳亢，讲话声音比较大，比较烦躁，哦，比较焦虑，他睡不好。好，实证出现的时候，到了黄昏的时候最精彩。好，烦躁，什么动作都出来了。像大肠气汤证的时候，好，很多人呢，到了黄昏以后，衣服一脱，好，
就这个叫做台湾叫六鸟是吧？叫六鸟虾，它是神经病嘛，因为大肠的燥气会跑到头部去，造成人神昏沾雨，它的衣服就说登高跑到很高的地方，弃衣而行啊，登高而走啊，这是它的形容词，脸衣摸床啊，什么怪动作都有啊，哦，那是因为大肠的燥气进去，所以说。如果是实症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现象都是一种亢进的现象，是实症。阴症出现的时候就比较好，比较好缓慢，比较沉静的，那个躲在个墙角，黑黑的，因为有个人在那边你都不知道，这是阴症啊。啊，我看过啊，要到人家家去这边聊天，衣橱里面多个人不知道啊，那小孩子躲在里面，他说我今天来这去找你看他，他躲在那个衣橱里面，安安静静的，他不讲话，你更不知道里面有个人在那里。哦，阴症嘛，一看。那很简单，阳药对不对？我们反正我就是开阳药的嘛，嗯，啊，如果碰到那个看病，他们温病很多都是滋阴的，对不对？一看阴虚都开阴虚的药，阴的更阴呢、啊，啊，更阴，刚才我躲在更里面，对，灯本来还开个小灯，就吃的药黑的灯都不要开了，更麻烦，好，所以说，好，那这个条件现在大家看了以后就知道了，好，当你要使用大肠镜的时候，一定要确定它。可以攻它，好有汗出，而且大便已经硬了，好。那如果没有解的话，好热不潮，不可以大肠区，没有潮热的现象，还有表症的时候，绝对不要攻大肠区。好，大肠区很凶，待会我们介绍到大肠区的处方你就知道了。好，那腹大满不通，好，这个为何胃虚好，勿令大泻下。所以小承气汤呢，好没有芒硝，好没有芒硝。你看这承气汤里面调胃承气呢和小承气，好。和大承气就是调胃承气，和大承气有用芒硝，小承气就没有芒硝，还有大黄甘草汤也没有芒硝，有没有？它的原因呢？我们后面会解释给诸位听。好，在这个条辨里面呢，诸位现在就看到，好，最经方里面攻下的药最强的呢，就是大承气汤。好，你吃了大承气，如果你大便没有出来，你再找我。好，你有其他的问题在里面，好，或者你拿错药了。好，你拿错药，你以为是大黄，实际上看起来是黄连。好，然后你以为是芒硝，实际上是青莲一把。啊，这是弄错，好才出不来，否则不可能出不来的。好，只要会用芒硝，芒硝不单单是攻坚硬的大便，芒硝攻肿块、积聚里面的肿瘤、癌症、肿瘤都可以攻。好，发炎症的脓疡、化脓、好积水，统统可以使用芒硝。好，芒硝非常的好用。好，芒硝非常好。那。很多现在外面那个这个明清以后呢，哦，这个温病派的抬头，他们都不用硝磺，哦，就经方的啊，北派的，我们伤寒家在用硝磺。那当你使用芒硝跟大黄的时候。我们芒硝都一般都不是煮很久的，好，你一煮久，芒硝只是盐巴而已，完全没有攻下的力量。那中药用生用的时候都是比较强、比较重，好，我用生用。好，注意看这边，调味承气汤。调味承气汤的时候，你不要开大黄四两啊，出去连我是药房，我老板我也不会抓给你啊。那么强，你开错了，四钱，啊，大黄四钱，或者三钱都没有关系。好，那要用酒清酒来洗。好，用酒洗过的原因呢，大黄酒泡过以后药性会比较缓，第一个比较缓。好，那并不是说这个比较好吃啊，用酒清过以后哈，药性会比较缓，没有那么快。甘草呢两钱，好，芒硝呢半斤，你不要拿芒硝去买半斤哦，吓死人，你这半斤一剂吃下去不得了。这个吃下去，从喉咙的口水到大便的肛门的口水，通通排掉，这个很凶，这个害死人。好，这会真的会死人。所以芒硝呢，我们一般两钱，两钱的时候，因为我们去煮的时候，甘草大黄去煮的时候，好，你先煮甘草，大黄再煮，再放芒硝，最后是放芒硝。你看哈，这个三味呢，以水三碗，好，你去煮成一碗，去渣再放芒硝。所以你刚开始煮的时候，大黄跟炙甘草。两个在里面煮，煮完以后再要吃之前再放。好，你看那更上火，为煮令沸，好，少少温服之。好，等于是没有煮嘛，就烫了。那为什么要为煮令沸？就是让芒硝化掉、融化掉。这个动作只是让芒硝比较好融化掉而已。
好，你如果是很烫的汤药，直接冲把芒硝放到碗里面，直接冲下去让它化掉也可以。好，就是化会化的不干净，好，没有完全化的干净，稍微煮一下会比较干净一点。好，这是调味承气汤，重用大黄，但是大黄是用酒洗，好，用酒泡一下啊，你不要真的用酒洗，就意思就是泡一下酒就可以了。好，把，其实大黄非常好用。你如果单位的大黄，我们上堂课才介绍过，那眼睛没事，那个眼白里面突然喷个血出来，会没事的流鼻血，上焦比较热的时候，大黄就是泡茶，叫大黄茶，那个乌龙茶，好，文山包种茶不要喝了，大黄茶接下去说，你就当泡茶那样喝下去，哎，很快就消掉了。就大黄非常好用，你不要一听到大黄攻下，没有那么严重哈，大黄的功能很多，好，功能很多，好，这就是煮的方法，所以大黄是重用的，因为大黄比甘草多。好，多一点，好。那你如果说遇到小承气汤，这个小承气汤呢是三味药：大黄、厚朴和枳实。好，大黄呢也是四钱，厚朴呢两钱，好，这个枳实呢。哦，用两钱、三钱都可以，好、哦，稍微多一点，这倒还好。好，一般来说呢，我都会枳实跟芒硝的剂量，我用会用同样的哈、哦，因为这两个为什么这个用两用没？因为这枳实就是橘子嘛，我们有这种小橘子哈、哦，在过去说北方淮河以北产的橘子叫枳实啊，淮河以南的就不叫枳实，叫橘子哈、哦，对吧？那以北的。那这个只是小小的像就是像橘子一样金橘一样哈、哦、来用的好、哦、那这厚朴呢是取它的厚朴的皮树的皮好、哦、厚朴的树好、哦、那这个治过本来厚朴是生的嘛你一治过干掉了对不对那二两就比较轻一点好、哦、所以主力还是大黄好、哦、那这个小承气呢我们礼拜一好、哦、我们下堂课我们再开始介绍小承气的配合配方好。哦